草布必拔，市民必剥。气味辛，大温，无毒，主治冷痰恶心。用碧龙一两研细，每服半钱，饭前服，米汤送下。暴泻身冷，自汗，想呕吐，小便清，脉微弱，用碧龙、内桂各二钱半，高粱姜、干姜各三钱半，共研为末，加糊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30丸，姜汤送下。胃冷口酸，流清口水，心连其痛，用碧龙半两，厚朴姜汁浸至一两，共研夜药，加热剂鱼肉，捣合成丸，如绿豆大，每服20丸，米汤送下，胀气成块，再复不散，用碧龙一两，大内一两，生用，共研为末，加麝香少许，以炼蜜合丸，合无字大，每服30丸，冷酒送下。妇女血气痛，月经不调，下血无定时，用碧龙、盐炒、蒲黄炒等分为末，加炼蜜合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30丸，空心服，温酒送下。此方名二神丸，偏头风，令病人口含温水，在头痛的一侧，用鼻孔吸入少许碧龙末。有效，风虫牙痛，用碧龙末擦牙，煎苍耳汤漱口，去涎。又方，碧龙、胡椒等分为末，化辣条磨成丸子，如麻子大，用。拾取一丸，塞孔中，复方碧龙气热，味辛，入手足阳明经，即胃、大肠经，功能温中散寒。碧龙又是治头痛、鼻渊、牙痛药药，李时珍，但它能动脾肺之火，多用能令人目昏，犹不宜用作食料。